好香啊，外面还是脆的。那就先把这些给粘上去。这个有意思，这是柏树的那种。太可爱了。很好，都能系上。这个里面是扁的小毛栗。哎，你看，哇，真的是它。这也可以先拿，捡到了一颗小板栗，我感觉这个太大了，这个小一点，要不然放不下。这个好可爱，它是毛茸茸的帽子。全都是秋天的果实，都是蘑菇。那就先把这些给粘上去。好大呀，我可以吃两大块。那你吃这个，嗯，我吃这个。